真的两位都是美女来自的，我个人觉得他们代表各个年龄层不同的可爱。我一直不敢把这句讲出来。没有，我跟你讲。哇，道远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当然，既然你都已经讲出来，你就好好讲。他代表十几岁的可爱，是他代表二十几岁、快三十岁的可爱，是不是？嘉琪姐，你最喜欢你们那时候什么团体？有团体吗？忧欢派对，忧欢，哎呦，姐，哎，道远，你最年轻啊，你最喜欢？其实我之前喜欢过一个美国团体《新好男孩》，我还为了他们专门去学那个英文歌，哎，记住嘞。我最喜欢的是五月天哎。每一个年代呢，都有一个非常 special 的团体，经典，经典代表那个年代的团体。没错，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年龄层都到齐了。真的，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今天记忆大考验有什么厉害的题目哦。耶！记忆翻牌大 PK， 社交网站最夯的游戏，每次各翻两张，翻出相同可对应的事件即可得分哦。每个年代的爆红偶像团体你知道哪些？而出道时传唱至今的歌曲又有哪些嘞？超级记忆配对题，请你来速背。欢迎光临记忆大考验，我记忆你考验。是的，马上介绍两队参赛的队伍。首先介绍我们的元昊队，有我们像罗马战士的元昊、可爱的啾啾，以及我们的爱晨 Rocker。紧接着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有帅气的统统、美女冰嘉琪，以及像波斯王子的林道远。好看的波斯王子。哦耶！好，请我们的统统队准备进去翻牌。统统队请翻牌。有，有一个没翻好。来，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时间到，请翻回来。元昊队 ，ready。Let's go！ 左边。哦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六七年级生最爱的偶像团体城市少女的经典成名曲，你还记得是哪一首歌？是，有一个没办法。在哪里？来，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时间到，请翻回来。元昊队 ，ready。Let's go！为你而活，在哪里？神鹿大队，年轻不要留白，有吗？有。太厉害了！真的啊，你考贝多芬，我们都没得怕的。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元昊队在这一回合用掉的时间是48秒，掌声鼓励。48秒钟非常的棒，既然你们这组这么厉害，给你们机会让你们打歌，来唱个歌好不好？年轻不要留白，啾啾来。你会吗？这你会吗？啾啾来，这首我们还 OK。老师给他们音乐。哎，好像还没有默契哦。积极挥洒自己的色彩，年轻不要留白。注意哦，走出户外，放开你的胸怀。嘟嘟嘟嘟，阳光叫我不要再等待，一起美丽摇摆。年轻不要不要接力接力接力，来，流星雨你们会吗？你们这一组会唱会打，会唱会跳，48秒钟。其实我们是随便唱两首了，其他都还 OK 了。各位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背后有没有都是
这个经典时代的团体。谁唱的？对，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。最经典应该是 F 四了啦。F 四，哦，刚好。他们可以算是带起台湾流行界的那个偶像第一个偶像剧。没错没错。而且呢，他还因为偶像剧出了唱片。大家才发现说，其实做戏是可以赚钱的，真的。很多周边的商品，有没有？对。还看到他们去办演唱会，万人空巷。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大家可以看到大嘴巴，大嘴巴也得过我们的金曲奖。陈慧彤，我同学，陈同学，你们那一届的，对，我们那一届的信乐团，信乐团，对，经典，我好爱他们哦，演唱会每一场都去看，厉害啦！48秒钟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今天的下来，统统队可能就比较吃力了。哦 ，OK 啦，哇，加油加油，还是有机会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攻守交换，耶！元浩队，请准备进去翻牌。Let's go！ 元浩队，请翻牌。什么东西啊？有的没翻好，有的没翻好，还有一个，来五秒。这是谁啊？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同队 ，OK， 好，赶快跟他们聊天。同队，请准备。好像做了梦。哎。Go！ 交队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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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岳阳。错，触电啊！叫，不是，佳琪姐，佳琪姐，佳琪姐不是啦，叫很久，哎，号角三十八，哎呦，不错，香草板布，香草板布，上面，香草板布是谁？哎呦，是由南拳妈妈，知名专家是谁？五月天的队友，哎呦呦，救世主，更有本事是谁？哦，错，没有分到。啊啊！陈世美，这个是陈世美少女。不错，哎呦，袁浩宇，我知道了。导演呢？现在有十分钟的恋爱，是谁？在哪边？对，错。芭比娃娃。来，佳琪姐，十分钟的恋爱，答对。是。哎呦，这谁呢？这是 F 四吗？不是。快，导演，快！兄弟中华，彩虹，答对了。哎呦，世界末日，兄弟中华，兄弟中华，答对了。是谁？芭比，不是，答对，芭比答对。啊，坐上，对，不，下面，对。哎呦，感觉飞轮海啸。哎呀，输了，又输了。哦，好久啊。反而让我们有点意外，就是佳琪姐跳出来了，真的，翻对很多题，对，好点，厉害。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，统统队在这一回合用掉的时间是1分钟06秒，可以啦，太厉害了，多了几秒钟，蛮快的，非常厉害，一样的，怎么样？他们刚才有料表演唱歌，你们行吗？不行，我以一挡三，漂亮，林道远请出来，好，先小老师，请给音乐。你知道，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，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你笑。就算这个城市被寂寞绑票，我也不会奔跑。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，写下我世界和琴声交错的城堡。哎呦，不错，林道远啊，继续加油啦！紧接着下来是月牙湾，来吧。是谁的信仰？有，孤单的留下。永恒的泪凝固的一句话，也许可能蒸发。哎呦，谢谢后面的朋友，谢谢。统统队不错，厉害耶！好嘞。你们这队真的还蛮不错的，但是刚才看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，就是说其实他那是比较情歌的，对，为什么？彤彤要跳艳舞了，有一个人突然在那边，对，让我们觉得那个画面很突兀。然后佳琪姐感觉上好像跟这边很不熟，没有啦，我要。佳琪姐好像在等人呐，我要犒赏她。没有，我们这是一个情境剧啊，情境剧，不错，导演唱得很好，给他掌声鼓励。好，1分钟其实也蛮好的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后面呢也很多，里面啊。对啊。
这个交友交很久是我们好朋友号角响起的，对不对？还有我们的五月天、动力火车，哎呦，我们里面很多这个插曲都是动力火车的，对对对对，哇。这些呢都是呢不同时代呢经典的歌曲，对不对？跟团体，其实你有的时候有一些歌啊，在你的这个记忆里面，可能过了几年之后，你在某个地方听到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起那时候的场景。真的，真的会这样。对我们最深刻的应该是彩虹，会让我们想起拍《新兵日记》啦。可能隔了20年、30年、50年之后，这首歌可能还会唤起我们大家的记忆。想到陈东岭啊，对，这一辈子可能以后只要听到彩虹，就想到我们这2、3年想到领装备啦，最怕的就是领装备啦。哦，两队呢都很好，很不错。紧接着我们来看他第二回合，第二回合考的是什么呢？马上来看看 ，Yes。中国药材多到爆，各个学问精深，请你快点向你的脑容量挑战，看你认得哪些对人头好壮壮的养生药材哟。然后对于。这个有没有在吃饱？养生还 OK 啦，比方说像那种枸杞啊，不是就明目吗？我有个朋友最常呢把人参呢当成蜜饯在吃，不能这样。这个人很奇怪哦。我们一般吃蜜饯不是就一直在吃吗？他是吃人参哦，一包一包这样。哇，等一下，我那是一片一片的。是你哦，其实那个人参有很多疗效，待会再跟你们聊。其实我们中国人很爱食补嘛，对不对？常常会运用的是什么中药，但是中药长什么样子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们想象中的中药跟你们想的是一样的吗？我们今天要来带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这个中药材，已经磨成粉了。哎呦，真的。好，彤彤队准备晋级翻牌。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大家来了解一下中药哈。彤彤队，请翻牌。等一下啦，是的，5秒，天哪，4秒，那是什么啊？3秒，2秒，1秒，时间到，请翻回来。元昊队看清楚了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哇，都不认识，惨了。元昊队到底对我们的中药材了不了解呢？元昊队 ，Ready，Let's go。这是香药，错了，错了。以前我阿公，对不对？错，没关系，慢慢来啊。不要紧张，我阿公卖药材的。喂，决明子答对，右下角啦。当归答对，太神真的假的？人参答对，错，冬虫夏草，不是，冬虫夏草是蚯蚓。答对，山楂在哪里？喂，山楂在。错了，哎。哎，答对！哎呀！李黄答对。刚为什么爱城可以慢慢走啊？说实在的，第一个帮你们有翻出来的就是爱城，是翻了3个。那中间当然算有数，可是说实在话，你耍什么帅？翻完之后，不能急，速度很快。其实很多女生她们都会很急啊，都忘了，你记得你都忘了，要冷静。哎呦！耍帅，危机处理很棒，危机处理很棒，好不好？元昊队在第二回合用掉的时间是1分钟10秒，好厉害，也不错，好不好？所以请这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背板，是您也认识这些中药吗？不认识，完全不认识。山药是最常看到的吗？山药，对，在日本料理里面，山药吃起来的口感就有点滑滑的，是它有点固味，很像白胶。还有你的朋友啊，人参呢？人参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不夸张。阿庞上次真的这样整根啃诶，好恐怖！连那个须须有没有这样？会很苦吗？
阿庞，你再吃头就要秃了啦。那跟秃头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我讲了多少次，那跟那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对人参，人参其实是我们这个自古流传下来的中药材，对吧？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，你们外面笑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头是还很秃，是不是？人参吃都会上火。阿庞他讲，人参吃都会上火。这我记得他什么时候跟我讲的？我在开车往垦丁的方向，他在后面。我说元浩啊，补气呀，来。武器啊，吃一点吧。哇，哦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要提的就是山楂，其实山楂片我们常常都会吃到，对不对？大家以为它是零食，其实不是，它也是中药材的一种。它是帮助消化的吗？可以排油啊，解腻啊，对啊，解腻啦。它跟决明子配起来是非常好的。哎，知道了没有？在这边呢。我们又很贴心的有准备一个东西，是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玫瑰茄是什么？观众朋友，你知道玫瑰茄是什么吗？答案揭晓后。片我们常常都会吃到，对不对？大家以为它是零食，其实不是，它也是中药材的一种。它是帮助消化的吗？可以排油啊，解腻啊，对啊，解腻啦。它跟决明子配起来是非常好的。哎，知道了没有？在这边呢。我们又很贴心的有准备一个东西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玫瑰茄是什么？我知道，不知道？你知道？你说洛神花，答对，是不是？喂，哎，玫瑰茄就是洛神花，是洛神花，洛神花很好吃啊，真的。我们马上就来试吃看看，哦耶！大家平常有没有看到它其实是长这个样子？本人晒干了，本人是它煮完了之后就变成另外这个样子，很立体，有没有？那大家来试试看，煮好了之后。味道怎么样？来了来了来了来，不要客气，喂。它的口知道，它是酸酸甜甜脆脆的，它的口感哈，而且还有丰富的洛神花，很像请客丸后面那个是酸甜点哦，酸甜啊，芒果精超像的，芒果精。好，各位啊，玫瑰茄呢又称洛神花，它有很多的这个维生素，然后呢还有一些含一些这个维他命，所以呢其实多吃呢是还不错的，好不好？我也来吃一个，好吃哎，它真的好好吃，好爽口，好吃。它其实有一，我觉得感觉它有一点像有一种那种开胃的效果，对。但我跟你们讲哦，其实它这个汤汁还可以泡冰开水喝，非常的好喝，就像洛神花茶一样。哎，你看，其实我们今天穿的也有点像洛神花哦。这样子接吗？哎，其实我们常常熬夜啊，拍戏都要多吃这种东西，真的顾我们肝，我们顾我们的身体。是啦，因为我们逢年过节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会家里会食补，所以我们要多认识中药材，对，好不好？元浩队还不错，马上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统筹队表现如何。欢迎第二回合第二题前的攻守交换，统筹队，还有里面有一宝在。拍戏很累，有没有？他还送我一包那个人参饮。哎呦，真的？你怎么没转送给阿庞？你不用那么傻，阿庞啊！蛮推荐的。你找我，我是绝对不会送你的。自己吃都不够了，好不好？哎，真的要问一下，因为他们拍戏常常熬夜，而且时间很久。对，你们到底都吃什么调养身体？哎，其实你说人参花，人参其实它蛮上火，它虽然是补气，可是你最好是吃那种花旗参啊，或者是生须，对，那是最好的。生须，然后加一点点枸杞，我加枸杞，加红枣，哎，对啊，所以女生都很好啊，补眼睛、补血又补气。那人参到底会不会秃头啊？人参不会秃头，它会充血。我已经讲过很多次，我不是秃头。我没有问他，鲍伟忠，我就觉得你在讲我。你干嘛这样？一定会，好不好？我的天庭饱满 ，OK。好了，各位。可以介绍你是何首乌。不，我。我再补一枪，你们都误会我了。元浩队，准备进去翻牌。Let's go。元浩队，请翻牌。认识一个，哎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个是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好来，是故意翻慢一点的，是不是？对呀，有啦有，要让放慢啊，没办法了。统筹队 ，ready， 嘿 ，let's go。陈皮，哎呦，对，皮，枸杞，对对对。哎呦，这个是小白艺人啊，他小白，这什么？小白，要，错，那不是艺人哦，我知道，好嘞，错了哈，艺人，来放个大肠，放个小肠，什么金针菇？这是什么？老姜，金针菇晒干了，灵芝在哪里？灵芝，灵
是草人。哎呀呀！错错，草人，你要翻草人啊！哎呀呀！哎呦，这是松大便，哎，松大海，对了，漂亮。啊，松大海长这样子、啊，对，这是什么？橡皮？快木，快木，快木。Pinocchi， 完了，我不认识哎，完蛋了啦！开始不要笑，这是老姜片，姜片，姜黄。错错，不是不是，哎，哎呦，加油加油，速度快，速度快，加油加油，快点快点，对，姜片啊，答对答对了，不错不错。龟板，龟板，龟板，龟板在哪里？龟板上面，龟上面，龟龟。答对！哇塞，这是什么？金针菇晒干了。错错，金针菇晒干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川贝在哪里？川贝枇杷膏。哦，错错错！川贝枇杷膏，我唱歌都很厉害。第一个吗？这个吗？川贝左上角，左上角。好，来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川贝。川贝答对，灵芝，灵芝刚好出来。二二上面那个。哎呀呀！冰箱。哎呀呀！擦球球，擦球球，灵芝答对了。冰箱，冰箱在哪里？冰箱在哪里？答对！快快快！何首乌。没错，哎，他们都比较难。哎呀，没有。统统队在这第二回合用掉的时间是1分39秒，错了。在这个地方，佳琪姐有没有需要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？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那个彭大海，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对喉咙很好的，叫做那个罗汉果。罗汉果，对，两个东西都是对声音很好。罗汉果是那个黑黑的，一颗一颗，然后上面绑很多。你不要假装了，你也尝试，你把它当蜜饯吃。我要讲一块的，你敢讲讲吗？粉吧。你们不要这样子，左手一瓶一罐罗汉果，右手一包人参片。哇，你很棒，爵士好搭档。因为我年纪大了嘛，你们不要这样子。好了，那我贿赂你们一下，你们就不要再讲我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试试一下有什么好吃的呢？来喽！那桌上呢，其实也摆了很多种中药。是，刚才呢，薏仁跟川贝很容易搞混。对，薏仁它比较小啦，它颜色也比较白，也比较比较小颗，然后中间有一点点黑黑的。要不你讲过吗？川贝呢，比较长得好像黄豆哎。其实可以，它磨成粉其实都是可以吃的，它是中药材啦。哎，你牙齿很味道哎。哎，这川贝不错哎，可以买去当零食。他等下应该带走哦，他等下应该外带。有带拿当零食吃啊。而且这个川贝吃起来有比较咸，感觉上还不错。哎，你吃这个看看，是不是？等一下。哦，你看我没有骗大家吧？这些东西都是他的零食啊。他吃的多自然，他现在等于是神农哎。不要这样吃，一人吃起来这样口感就不好了，好不好？陈皮在这边，来来来，大家可以吃一下陈皮。陈皮，哎，你彭大海也能这样吃，我就佩服你。各位，另外呢，在陈皮旁边也是彭大海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他没有煮之前是这样，来，长得有点像橄榄，很硬，有核的感觉，但是呢，泡过水煮之后呢，哎，它是这个样子。哎呦，哎，它真的从这样变成那样哦，了解，很特别。的海绵，然后就像一只吸水就膨起来。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彭大海，它其实是煮完是长这个样子。好特别啊！我知道了，像我们比如说那种爱玉有没有？你那搓搓搓，它自己就会分泌出一种。对，那它也是一样。不过它是很神奇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很特别。大家现在也知道我们平常的食补食补食补，但是一定要了解中药。有一件事情在这边一定要跟大家讲，那就是呢，这中药材虽然呢老一辈的人跟我们讲说它可以补身体，但是呢什么都不能太多，没有适量，适量。元浩队呢跟这个统统队的两回合加起来的成绩，元浩队加起来成绩是1分钟58秒，太屌了。统统队用掉的时间是2分钟45秒，还 OK。所以今天的暨大考验赢家就是我们的元浩队。谢谢佳琪姐，谢谢啾啾，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识我们的中药。我相信大家一定都长了知识哦，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半一定要锁定我们好看的新人。